奥利给开！看石头基本的敞口表现谁都会看，关键是看细节。你看这个蓝色的就是它的花，它整个地方都有花，这些看见没有，很细的，看细节。还是那句话，你们看见切长的是人家切垮了多少，然后光看见切长的了，切垮的你看不见了，垮了多少，堆成山了。在缅甸有些一大个院子里面全部是一百吨几千吨。来，今天我们切这个奥利给开干。哎呦，太大了。救护车准备好，救心丸准备好，奇迹会不会有，砖头会不会出现，见证奇迹马上开始。奥利给开。哇塞 ，Oh my god， 这是什么鬼？奥利给呀，奥利给！哇，落花飘花，感觉有手镯味了呀 ！Oh my god，Oh， 奥利给呀，奥利给！好像是有手镯了，再切一刀、两刀。如果有手镯是三四个喽。喜欢的关注老周。